刚刚已经出现两个男生了耶，你有看到你在找的那个人了吗？唉，还是没有耶。哎呀，诗婷啊，别难过，我来跟你讲一个冷笑话好了。你知道一只狼来到北极，不小心掉冰海中，被捞起来之后变成什么吗？不知道耶，是什么啊？是槟榔。那你知道两只小白会变成什么吗？还是不知道。会变成白兔，因为小白兔啊。哦，你真的很幼稚耶。哦，是你不懂我的幽默啦。唉，我真的不懂你的幽默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幽默曲。幽默曲又名滑稽曲，是流行于19世纪的一种幽默风趣、明朗愉快的器乐曲，是德弗札克于1894年所创作的。当时他正在他的祖国捷克的卢梭卡地区度假，期间一连写了8首幽默曲，皆为钢琴独奏小品。德弗札克的钢琴独奏曲包括种种舞曲在内，大约有80余首，但唯有第7首幽默曲广为流传，深入人心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蔡佳瑜同学带来的幽默曲。